好，我们来看全球现场，共军虽然在台军这边有告一段落了，对台的军演告一段落，但是在渤海跟黄海的军演还是不断。好，现在再把时间交给甄荣了。好，大家午安。首先，时间我们先带你来看到，解放军在日前就宣布说对台军演是告一段落，但是呢，其实现在还是持续在南海、黄海、渤海这边来军演。十一号的时候，他们就宣布说在南海结束了为期三天的军演。那么另外呢，也会持续在黄海还有渤海这边会有军演的演训。而中国大陆外长王毅他日前就表示说，会跟东协国家一起坚定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这样的原则，并且说要有智慧的处理南海的问题。这个宣言再加上在南海这边的军演，也就是预告着美中双方的势力将会在南海这边来持续拉锯角力。当然了，现在因为解放军的军演不断，也让美日两国有所警觉、有所紧张了，所以两国就决定要反制。根据日本媒体共同社的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昨天就宣布说，九号和美国空军在冲绳这边周边实施了共同训练，那么双方都有十架的战机参加，而日方也表示说，这是为了要提高日美共同应对的能力进行的战术训练。不过现在外界也很关注的说，这个美军雷根号现在位置到底它会不会经过台海呢？不过现在根据北京的这个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的观测，他说呢，这个雷根号目前位置其实还是在日本的一个小岛的外海这边来转圈圈。那么专家就分析说，它通过台海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当然，这也是美军的布局跟盘算了，因为呢，这是不符合成本的，而且说现在如果真的是通过台湾海峡的话，当然增加的就是区域情势上的风险。不过，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现在有一个进一步的分析了，就分析说，共军日前对台的这个围台模拟的训练呢，其实是想要对外展现威吓的效果，但是纽时分析说，这样的效果恐怕是适得其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报道当中分析说，这样恐怕会让台湾人更加相信说，在美中两大强权的对峙之下，需要展开的还是自己的外交实力，还有经济跟军事方面的活动。而另外来看到，其实呢，美中他们也持续在科技领域上头来对抗。之前美国总统拜登他就签署了晶片法，要加强的是发展美国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当然，他也一直拉拢盟友加入他所谓的晶片联盟，好比就是南韩。不过，南韩政府一直没有正面的回答，主要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也怕得罪中国大陆，但同时间呢，也是希望自己的这个晶片的产业可以越来越精进、越来越发展。那么，南韩司法部今天就做出了一个特赦，表示说尹锡悦他已经特赦因为贿赂罪遭到判刑的三星电子的副董事长李在镕，而李在镕他也得以重返三星并且掌权。범국가적경제위기극복이절실한상황인점을충분히고려하여적극적인기술투자와고용창출로국가의지속적인성장동력을주도하는주요경제인들에대한엄선된사면을통해서다시금경제발전에동참하는기회를부여함으로써경제위기극복의효과를극대화하고자하였습니다外媒就分析，这样的特赦案有助于三星因应全球半导体缺货在内的挑战，协助南韩当局因应美国晶片四联盟招揽的压力，也得以继续展开接班三星之路。另外呢，尹锡悦表示说，希望特赦有助于帮助南韩现在面临的经济危机，因此这一次除了李在镕被特赦之外呢，乐天集团董事长也在特赦的名单当中。路透社就报道，这项特赦仅具象征的意义，因为李在镕其实服刑18个月之后，他就已经假释出狱了。其实来关注的是，时隔22年，北京再度发布对台政策白皮书。那么现在香港的媒体就进一步分析了，新版的这一份白皮书里头并没有承诺台湾有自己的军队，或者是承诺北京不派军队驻台，显示对比前两份白皮书来看，其实这一国两制的内涵有所更动。相隔22年，大陆第三度发布对台白皮书，不但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对于一国两制的内涵有重大变化。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导致两岸关系紧张，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香港《明报》指出，这次的白皮书并未承诺统一后台湾可保留军队，或是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但这部分在前两份白皮书都有相关表态。而香港《星岛日报》更是拿过去两份白皮书做对比。1993年版本称，统一后的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2000年版本称，统一后将实行一国两制，台湾可以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央政府将不派军队和行政人员驻台。但2022年版本仅表示将积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尽管重申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不过多了但书，就是得先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还强调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两制属于一国，被称为是本次白皮书的紧箍咒。而美国之音则认为，新版白皮书显示，若两岸统一，将给予台湾更少自治权。I think China's behavior is reflective of a typical abuser in society, claiming ownership of Taiwan and trying to intimidate us from making friends. And they're also trying to threaten friends from visiting us. We can't let this become a regular pattern. 佩洛西访台后，北京对台湾动作频频，从大规模军演到公布新版白皮书。驻美代表萧美琴接受 CNN 访问表示，不会让陆方恫吓成为常态。白皮书的发表得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热烈响应和广泛支持。民进党当局百般诋毁、恶意攻击，再次暴露其顽固谋独挑衅的政治本性。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民进党当局百般诋毁，充分说明白皮书打中要害，表示相信一国两制将被广大台湾同胞重新认识、理解、接受。陆委会则批评两岸互不隶属，台湾兼具一国两制才是台海现状和事实。记者蔡清晨报道。日本德仁天皇的独生女爱子公主在去年12月满20岁的成人礼时，她婉拒依照传统打造的专属皇冠，她直接借用姑姑的二手皇冬。今年宫内厅再度编列了3000万日元，折合台币是685万元的皇冠预算给她，但她还是婉拒了用税金制作新皇冠。根据日本的女性自身周刊报道，宫内厅在编列明年预算的时候，有列了一笔就是要给他制作新皇冠的这个费用哦。但是爱子传承了他的父亲德仁天皇跟母亲雅子皇后的简朴作风，加上近年来日本国内的疫情还是未停歇，而且各地酷暑水患不断，所以他坚决反对制作新皇冠。这样的简朴体恤民情的作风，让日本民众一片叫好。好，继续我们来掌握是美国前总统川普位在佛州海湖庄园的住处日前遭到 FBI 搜索。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消息人士透露 FBI 的干员在找寻物品当中包括涉及核武的机密文件。现在 FBI 大动作搜查前总统的住所行为，在美国史上也是史无前例。Now, the Washington Post is citing anonymous sources who say FBI agents were looking for documents related to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s government officials were concerned that foreign adversaries could try to get access to classified materials stored at Trump's home. 那么就有机密资讯的一些专家表示说，这一次的罕见搜索行动凸显了美国政府官员对于他们认为机密的资讯可能落入有心人士手中感到忧虑。川普第一时间跳出来说，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还有联邦调查局的行为实在很夸张，只会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国家。但如果川普真的被搜到、被发现，对于危害国家安全、有高度机密的档案有不当的处理，情势将对他不利。